大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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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？各位比丘、各位沙弥、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请放掌啊！我们上一堂课呢，就法华识别呢，谈到最后一句而已啊，就是总结此领何意啊？那么也可以说，差不多就是在理解天台宗的一个五十之教呢，大概在这里已经进入尾声。那除了《涅槃经》的道理在显现以外，大概所谓的法华的道理呢，到这里呢，就是做最后的结束。那最后的结束有一个核心的事情，就是法华受记作佛而已。一般我们凡夫哈，对于学佛法，我们学，那学呢就怎么样？我们也说实在话，也不要说是汉地啦、声闻人呐。都不那样 就学嘛，那也不承担，也不敢承担，或者认为也不可能承担说这辈子成佛这两个字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。那因此呢，受记这件事情常常概念上就被带过啊，就受记就是啊受记做佛嘛，或受记怎么样。那我们一般去理解佛法的时候，对于受记这两个字也就这样一般性的这样理解啊。那后来当然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教理，我说过我们应该是很踏实的去研究它的时候呢，关于受记作佛，其实古德呢对于作佛隐藏着很多的，他从经文诸位古德诸位有很多位，当然主要是天台的大德啦，从智者大师以降，对于所谓的受记作佛等这样观念呢，其实就法华经当中谈这么多呢，它是 很有发挥的，发挥的相当多。那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弄了半天，原来受记这件事情啊，还分大乘小乘。那么大乘当中还分呢，通受记、别受记。那通受记、别受记当中又分怎么样呢？是对于现世的应身受记，还是法身受记？哇，错。那这些道理呢，你说离你很远，你就离佛很远。你要知道受记对谁？受记对我们凡夫啊，也不能讲凡夫，就想学佛的人。尤其大乘的受记是对于想成佛的众生，就是发菩提心的众生。发菩提心的众生呢，你在因地本质上你有佛性，或者等一下我们下一两堂课会提到的常住佛性，你有常住佛性，常住佛性常住不离啊，不离，那在因位上就不离哦。出发心时即成正觉，众生出发心即入诸佛位，这种大乘经典处处说到的这个真常佛性的观念，那他在，然后你又说你想学佛，然后他又在，可是你对受记却离那么远。对于佛的受记似乎跟你无关，我们诵诵法华经，法华经处处谈受记，那你哪一件事情你感觉它跟你有关呢？或者你就谈一下知道一下啊，受记作佛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这句话可能淡淡的带过而已。我也可以这样淡淡带过，受记，受就是施予，记就是记别，施予你将来成佛的记别啊，结束完了。如果我要就文解释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这意思啊，授予你一个未来成佛的证明，记别就是证明，讲白话就这样，那么讲完了嘛。但它里头隐藏的很多的广泛的深意，是意味着大乘人之所以跟声闻人不一样，是声闻人修行因见苦想离苦，因为想离苦所以求解脱，大乘人修行见不见苦，当然也见苦，但目标不为想离苦。你说度不度众生，当然也度众生，但目标甚至不为度众生，
所以说说一切法，广度众生而为众生可度嘛，这样。那所以因此他想成不成佛，也想成佛，无佛可成。那不他妈大乘修行是什么？就是显发佛性。所以大乘的核心修行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所谓觉悟之心。那么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无非在因地上说说而已。你那个本来佛性是要显发，也就是性德未显，修德修之。那么最终就是显佛性，显完佛性也无佛性可显。所以大乘人修行无非就是怎么样放恢复本性而已，这跟离苦得乐度众生都叫做方便。嗯，那一开始那个念是不一样，那个念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他原法界修，何以故？法界不离现前，一念三千。他不缘这个肉身的贪爱相，肉身贪爱相四大假合五阴炽盛，主要五阴炽盛什么呢？来自两个肉体上的荷尔蒙作用，使得你贪爱不止，躁动难安。那都是荷尔蒙作用，那就是所谓的依无明而起的有形相的反应。所以生男女相、贪爱相、疾病相、快乐相、聪明相等等，这些通通是在这里。那再来就依业缘，根本上是依业缘啊，业缘又依无明。那他不去解无明，他要解什么呢？依无明而起的那个业，业起的那个对自身的贪爱，所以他所缘的是自身，他不缘法界。大乘人因为他要理解的或者要呈现的是复其本心而已，也就是复其佛性而已，所以他缘的是法界。这一开始修就不一样。那么这样子的不一样，一开始到底你什么样的动力能够让你能够修得下去呢？你说声闻人为什么他那个境界法师说了，越到末法那声闻法越兴啊，这句话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听是事实啊，但是你也不要相信，相信了你就被他转了。那是因为你不去弘扬嘛，法不衰微嘛，人在衰微啊，那你就是要盯让他法不衰微。好、哦、为什么？什么事情你都不盯就是去撑啊，你天底下事情你每样都嘛撑，人生这么苦你都撑活着，是不是啊？那你怎么不去撑大乘法呢？大乘法才最真实。所以他这句话是 老婆心切的话，但是那是隐藏法灭而说要正法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你听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老人家越说末法时代声闻盛行，那你越要什么？越要继承大乘法、哦、这境界法师人家老婆心切是这个意思、哦、不然他要讲大乘法干什么、哦、好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当然更是要有这样子的荷担。声闻法为什么看起来就这么容易？因为它就眼前缘身心、啊、可见可求啊，那容易入也容易得那个什么现前的甘美。那你大乘法呢？大乘法不思议境啊，为什么不思议？从来不远，但是呢从来未见，就在眼前，但是睹面不是，这就是困境。但说是困境也真是什么？也真是大因缘。那因此呢，你用什么力量？人家有现修现得的小德小利小亲小安。我说小实不小，是解脱、哦、你不要因为我说小你就轻蔑轻视声闻、啊、我只是说就大说小的话，这叫对待说，是这样。那你勒，你现在求大乘，你凭什么做力量？我告诉你，这一个受记，就是受记。所以不要轻忽受记这二字。所以我们上课哈，你说有什么目标吗？哎，要把四教仪学完，要把教观纲宗学完，那是虚幻力的目标了。我们今天讲这堂课，无非就是讲大乘，遇到大乘就好好的说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们不敢进度，我们是一一就要说清楚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为了讲说这两部书，我告诉你，受记哈，我一分钟就讲完了。受记做佛而已，受记谁不懂？查查字典就懂了啊！但是我们现在要荷担大乘，有个很核心的，你被受记，
你承担吗？那承担个什么？承担那佛受记你。所以受记做佛而已，这句话淡淡的讲过去，其实重如泰山。那是大乘人才养性的。你说那声闻人没受记？有啊，声闻人受记他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啊、乃至得四果， 也有声闻人所认知的受记。然后当他被受记的时候，他也很欢喜的去努力。所以受记者一，受记的内容不同，一就是相同，受记的动作似乎相同，所得的那种欢喜意啊，四悉檀当中的欢喜意是一样的。欢喜意啊，让众生欢喜说啊， 我可以成佛， 我可以修道成就，这是一样。可是呢，内涵不同。何以故？因为啊，声闻人修现前解脱，那么被受记于当来解脱，未来解脱，这因果 很明确嘛。那这也是他所求。法华经上说，我本无所求，今天不求而得，这样子佛的受记才特别。那就是我们，我们怎么懂得怎么去成佛啊？我不是说吗，乃至于成佛的种种方便，最终都是什么？佛种从缘起，是来修入让你接近而已。你要悟入成佛，开示悟入成佛，那是要证圣果，所谓的分破法身，那我们都还没有啊。所以我们这种，我们真的还在什么？还在一切法外修，是外凡，还在外凡修，外凡修。可是那个因到底直接像成佛吗？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当然世尊是告诉我们是事相成佛，是相于成佛的因呢、啊。可是我们自己总无法这么确切的去感受到那个成佛的距离，那只有佛给我们受记。所以因为说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不妄语者、不异语者，真语、实语、不妄语、不异语。异语就是说一些五四三，或者是说一些 不对应的话，他不妄哦，也真实哦，但意就不对应了，就不对应，就是说说东若道西，问东说西，这样不对应起来，他也不会这样，他也不会说一个不对应的话。所以他今天受记于你，他绝对不会瞎说，他也绝对不会只是安慰你。记得是佛是真语、实语、不妄语、不异语。那么这样子他的受记是什么呀？重如泰山。而且谁能承担？诸位，诸位听法华经的人能承担。你们即便是学大乘，我说大乘有通教大乘、别教大乘，别教大乘还基本算 OK， 通教大乘他还在缘起性空当中，只是发一个菩萨心而已，所以有三乘，发一个菩萨心而已，他所受的那个受记都还不完整，不完整。所以唯有你已经学了圆教， 你能受那个受这个记。那么因此从今而后你不退耶，你会这样想，我是被佛受记的，我是要被受记做佛，成佛不远，但看有心无心。这个时候成佛跟你距离是近的，这才能够超越。大乘修行人啊，受记之心要不领纳在心啊，你那修行就恍惚。念佛嘛，是在求佛， 在什么凡夫上面求佛，所以念佛好像在做交换。所以很多人讲解净土法门呢、啊，是有恐吓意的、没有其他法可以修了，你只剩下这个法。当然这善巧度生是另当别论了。可是你听来如果只是说因为没别法可修，只能修这个，那这是恐吓意。其实你有领纳受记的话， 你反过来这样想，哎，不修这个法还是什么法？没有法再高了啊！你看这想法不同了。哎呀，我什么法都不能修，我只能修这个。跟本来这个法涵盖一切啊，这个不修这个法还有什么好大法好修？哎，这个想法不同哦。受记的人呐、啊，念佛功德充满处处，哪怕你在打瞌睡，你在念佛也一样，就是这样。领纳这一念大乘不共的什么？不共的圣解。什么圣解啊？我能成佛，我的佛性真实不虚，我正用什么呢？正用清净佛性，或者
不谈了，这叫珍藏佛性念佛。如太阿健恒暗丹轩，如大火人炽然不灭，触之而了啊，皆之则伤。什么东西来通通要毁，你看你能念佛念成这样吗？受记心。所以古德啊，他所体悟的用在净土法门，用在教下，用在禅门，都表现出这种风格来。嗯，禅净教哪怕律密都一样，当体解了这样的时候，他所显现出来的修道大乘修道的风格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他的。那么诸位扪心自问一下，今天有什么动摇你？随便风吹草动就动摇你了。柳柳啊，你念佛就换题目了。柳柳啊，就是 一下下台语柳柳啊，就一下下一下下 你就换题目了，对吧？就是那种承担受记作佛的概念不足啊，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谈受记作佛，那我们就谈谈受记吧。梵语啊，喝加拉那啊，拉那那个是 rana 哦，那个尾音呢、啊，所以有个那字，有时候只是写何加罗，那是简写哈、啊，有个那音哈，啊音呢、啊、哈、啊，那么这个翻此翻作受记啊，受是授予啊，什么叫授予？圣言说语，就圣言圣人说与你说给你语，就是给说语说给你这样子，那叫做语，叫做受。那么记呢是记事。记什么事？果与心齐曰记。果与心齐，你心想成佛，然后他告诉你，你那个果相应于你想成佛的心，说我记你成佛。所以我是佛，佛说你给予你，你想成佛，那你真能成佛，你现在修的能成佛，这样子就是一个通泛，就是一个共解。声闻大乘都一样，受记的共解是这样，最简易的共解是这样。果与心齐曰之记。那么为什么是果与心齐？这是为什么果能够跟心相齐？是因为诸佛了知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心想心事，心的想心是如此，了知一切心行，所以佛太了知我们了，了解我们。你说、啊、我有需要被佛了解吗？我们这种大凡夫满脑袋瓜子都是恶法，不会，不用怕。你只要愿意这样听刚刚所说的这些话，然后起一念短暂的想法，说：“哎，这个师父说的对。你只要这样，你只要刹那这样想，说这个师父说的对，那你就跟你内心的佛法性或者觉性或者叫佛性噔。”冒出火花了，你懂吗？就那个就是心性，那个佛就会知道了，就这个。那我刚说了半天，你想，哈哈，转台，懂意思吗？不想听，不相信，一念不想，那叫做五千离席，叫做天人人天置于他处。《法华经》上讲，这个见袍他品中啊，把人天置于他处，以什么？以那个大乘根性的人进来。那就是说，现在再继续说下去，这些人天就要抓狂了，就要谤多宝佛，乃是等等啊，不啦，你不离开宝一样，你可以去投了，你去玩好了，别现在别来，那把这些人移开。法华经上见宝他品是这样，那这种人就是现在电视机前面这样噔，把他怎么样，把他转台的这一类人，那怎么办？不会，不用担心，在涅槃会上会把他渡回来。或者未来世中佛以他欢喜的身心状态来去把他渡回来。那这些暂时不受记，暂时不受记，对眼前能信的人，世尊就观其心行，观彼心行，记彼德国久近，懂吗？记彼久近，我了解你这位老兄这样子修，你未来依着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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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，你终究成佛于多少多少劫之后，好了，你一定这样想。那这样，我的意志不是被抓死了吗？我多少劫之后我就成佛，那我当中要作怪的话，那这些，我都
我都已经固定了，那我还修什么？我就躺着啊，我就躺着不要修了嘛，因为佛陀说等几劫我就能成佛，我就躺着几劫算了。不会的，为什么？众生他的念有依前念生后念，念不孤起，念念随前，前念对吧？你比如说这样，这个人被骂了，这个人脾气本来就很糟，那你今天就惹毛了他，你等着瞧好了，等一下他会怎么样，你大概也猜得出来，他要去跟人家打架嘛，抓狂嘛，丢玻璃嘛，大概他会这样，你大概知道这个人会这样，因为他的性目前没有调熟的情况之下，定性是这样。这当中荣获有打的玻璃多一点跟少一点的差别，但他终究会做这个行为。世尊了解众生在发念，这一念是金刚种，凡夫的恶法如课程，他终究那起与觉性相应的念，念念是金刚种，请注意哦，与正念相应，不，与佛念相应，或者说与阿耨三藐三菩提的这正等正觉的念相应的，那是你自性中的金刚种，它不是课程。那么你源于这个念以外的一切贪想，通通是基于你现前的业力因缘无明为因，对吧？业力因缘无明为因，这些通通是课程。比如说现在你贪爱，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呢，你现在给我 一台电脑，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呢，我现在想要吃牛肉面呢，这都是你的贪爱。牛肉面很臭的你知道吗？那么鱼很恶心的你知道吗？那都是尸体，你整个冰箱里装的都是尸体，你那个不叫冰箱，叫做坟坑，坟墓之坑，但你把它弄个美美的名字叫做冰箱，还叫美贝似的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是你的假名，对不对？所以那都是你的课程，课程不实，如幻如化，正念如金刚种。那请问世尊，但知你起这一念善心，那永远不坏嘛，欲缘就能发作嘛，所以他会说你久远劫之后成佛，因为你起了这正念心呢。那你说没有啊，我只是偶尔起一下，我大部分起恶念，我看佛怎么跟我受记。会的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，久远劫以前有个老先生，不，有个年轻人，他去打猎，然后都努力的打猎，拿猎枪努力打，努力打，找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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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果，老虎怎么不见了？不是，老虎跑到后面来了，他在后面走近了，然后哦要叫了，来看、啊，在后面，他吓死了，爬到树上去，念了一句南无佛，而且是乱念一通，是啊，就好像说阿弥陀佛这样子叫一下，阿弥陀佛这样叫，他躲到树上去，就这个念头啊。久远劫之后，到了释迦佛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呢已经到七老八十了，又视线为人了，他投胎为人，那七老八十才终于放下了，儿孙也不孝走了，媳妇也不孝 不弄饭给他吃了，儿孙子呢给他带大了也离他而去了，他的财产也被儿孙挖光了，就像现在你所看到的一样。然后他想一想啊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看到释迦佛的弟子们，哎，不错哦，你看看那个那些老人，你看看不用干活，也不是说不用干活，你看他就静坐绕佛，然后去托钵，嗯，大概人生真是苦。我看释迦佛说的对，人家说说他成佛能够让人开悟，那我想儿孙这么苦，世间这么苦，哦，算算算，我去出家好了。他就去敲门，中午十二点，人家在休息的时候去敲门。敲门，大家大伙儿都在睡觉，只有什么舍利佛出来，下面人，啊呢，然后就在哇，赶快出去，然后那个，哦，那个舍利佛目见两位师兄弟就出来一看，八万大劫以内一点善根都没有。什么叫一点善根都没有？包括按那个什么佛教卫视电台都没有做过这种事，八万大劫耶都没有，乃至看一下下佛教电视台或者是佛教杂志，通通没有，连那个佛字从来就没 touch 过，没接过。你看有这种业障重的人有没有？有。你看那美国那些人，
欧洲那些人，他们活在那个很快乐的地方，所以常常自杀，没意思啊，生活没意思啊。他常常自杀，但就是不学佛，佛字也没见过，佛这个字他也没见过，不打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甚至没那种书，没那种概念。OK， 八万大劫，哎，有这种人还真难得啊。然后他说啊，难怪你会中午十二点跑来敲门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能出家，就跟他讲你不能出家。他一想。哦，儿孙不要我，这个世界通通抛弃了我，恐怕我也没钱去老人院，呵呵，是这样。然后现在我就想要来世尊这里看看能不能修道，居然大弟子都说不能。他想捶胸顿足，就在庙门口哭起来了，就哭起来了。这也算是性情中人了。唉，曾经来这里想要出家的那个居士啊，或者近人啊，你跟他讲他不能住在这，他好像如释重负，马上就跑了，他一点都不哭，是这样。可是人家这位老兄呢，人家跟他讲说不能出家，他居然性情中人，哭了起来，哭了太大声了，把释迦佛呢就给吵醒了。释迦佛就在定中一看，哎，知道这老兄成熟了，他就来了，跟他讲，他哭出来，那两位大弟就回去了，哭让他哭啊，声闻人就是这样嘛。啊，我不能渡你啊，又不是我不要渡，那八万大劫都不能渡，那你那个人进来佛门里只有扰乱而已，你也出不了家，败坏门风，不剃度。声闻人就这样啊，你懂吗？这叫声闻人。那好了，世尊出来了一看啊，你靠谁啊？他还搞不清楚那是佛，他就跟他讲，哦，你别跟他吵，我要怕别人考，我要努力的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要来找释迦佛出家，他们说不行，所以现在算了，你也不要劝我，我要努力哭。那他不知道原来跟他讲话就释迦佛，那释迦佛跟他讲说，不要紧啦，啊，你是到底是安怎？你没跟他讲，你跟我讲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，啊，你也不知道了。我要出家，然后大弟子释迦佛大弟子说我不能出家，你看我怎么办？这么老了，那就继续哭。释迦佛跟他讲啊，我就是佛，我说你能出家。哎，他一听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眼睛擦一擦，高兴得很。世尊呢就说，善来比丘，一讲完这话，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。哇，大家一看，哇！我赚到了，我本来是找那个家木建连舍利佛那大弟子看看的佛大概找不到了，居然是佛让我出家，还马上就搞定，他欢喜无量。这个时候疑问呢就开始，两位大弟子就开始疑问了，哪来啊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他跑去问佛，他跑去问佛说，哎，我八万大劫看他不能。没有因缘，那世尊，你不是自己说的吗？没缘的人不能出家啊！我照你的意思啊，就把他 fire 了，呵呵，也连填报名表都没可能，当什么当近人试一试都没有机会，我就把他 fire 了。那为什么世尊你会让他这样？世尊就跟他讲，八万大劫以内，果然一点善根都没有。不过你是阿罗汉，你没看到八万大劫以后，八万大劫更之前，这就世尊才能看得到。他呢就是这样，曾经。当个杀生的家伙去打猎，然后呢看到老虎在后面要咬他，他爬到树上去，阿弥陀佛叫了一下，乱叫一通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乱叫一下而已，就那个八万大劫超过了那个种子不坏，到现在诸位啊，所以与真性相应的，哪怕是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哪怕是念一句南无佛，这样皆共成佛道，法华经印证这样，对不对？而这个故事在声闻的小乘经典里头，我刚刚讲这故事通通在声闻经典小乘经典里，不是在大乘。所以其实小乘经典处处隐含的众生作佛的因缘，只是声闻人就是听不到弦外之音，或者说没缘听，或者说佛陀不能对他们讲，讲了他谤法。所以金刚种是真如性永不坏，那你所造的一切恶，八万大劫以前造到现在造的恶，通通是什么？如尘幻影。因此这样世尊就能够受记你今天能出家，哎，都能在世尊眼下出家了，成佛还什么难的啊？所以他能受记你成佛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世尊受记你我成佛，
一点都不勉强，是必然的。你什么时候能真正被受记？两件事情能受记。第一，在法华经上，你自己体解，你在法华经上你是被受记的。在哪里受记？在等一下会提到分别功德品当中啊，受法身记，你理论上你将会在那里会被受记啊，或者是譬喻品中你也会被受记，好多品当都会被受记，乃至药草玉品也会受记，都会受记的。那你自己去感受，这第一种。第二种，拜忏，拜法华忏，修求见普贤菩萨为你摩顶，然后你会在梦中感受到见种种瑞相，那也是一种受记。那为什么不是佛？你也可能是佛，那你看什么瑞相，你看你个人的业缘，因缘到就会。所以有两种，好，一种是现前你能够在梦中得瑞相的受记，一种就是依正见分明而领纳受记。所以是受记的条件，这样就懂了哈。所以不要怀疑佛陀受记在安慰我们的，不要这样怀疑，也不要这样妄想，你这样就棒了，你叫自己比较棒了，就你自己当面错过被受记的因缘。我刚刚讲这个故事就是在印证这个道理的，不要这样，这就是你的观，懂吗？你静坐的时候你就要这样观，我当成佛，我必定成佛，你要这样观。你不要想我只是安慰自己而已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想。那好，你正念佛时呢，你要这样想，我都被受记成佛了，我现在这受记成佛的人来念佛，你说还不成佛吗？还不往生吗？这种观念。所以受记这种观念会骗一切，会形成你一切大乘修法的力量，所以要多谈受记。好，那么在这叫观彼心行，就记彼德国心，德国久近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刚刚讲的，世尊会看你的心行，这个心行当然不是造恶的心行，是指向于道的这个心行。好，那么呢，久近。好，因此这个有那个在家敬人的小妈妈，她是大陆人呢。他告诉我说啊，他很遗憾呢、这个目前中国那边哦，有些偏僻乡下地方，知识未开啊。那我说你怎么这样想？他说我都去贴那个阿弥陀佛啊，他都叫我撕下来，呵呵，不让他贴。那我说那你怎么办？我照贴啊，照贴，他照贴就对了啊。因为他们家在当地是有影响力的，所以他不怕。他告诉我说、那些官员也不是人做的，狼者人做的，意思就是说啊，看着办了，有办法就对了。好，那 这他的善根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小时候没学佛，我们家也没学佛，那我娘呢有时候带我去看我舅舅，从那个北头旧北头走四五公里啊，小孩子哦，还没上小学，就走四五公里，这样走去看我舅舅。沿路上面那个杆啊，那个电线杆上面就贴着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观音菩萨，南无阿弥陀啊，我就会跟着念。我会问我爸，问我娘说，这怎么念呢？他跟我讲，那我就这样念，到现在印象深刻。搞不好就是念那几个字来出家的，说不定，谁晓得？总而言之，这些就是你善根相应，好，善根相应。那我以前我也讲过说要在那个 T bar 那个高速公路旁边 T bar 上面大大的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然后你自己出钱也没关系，然后用灯光去照，这样当时我在台中说还没有人这样做，现在台中中部很多人这样做，哪怕在山壁上面他自己去涂个南无阿弥陀还打光，现在都有了，你自己看就在那个二高上面都看得到，一高也看得到，是这样，这样很好，不过不要把你个人的相片放上去就是了，这样你就会被骂，骂说借阿弥陀佛，这个在沾阿弥陀佛的光，你何必呢？你就是度众生就好了嘛。好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受记，指佛陀对佛弟子未来世正果等事之证言，这讲成白话是这样，未来正果等事，正果这就对把声闻果跟大乘果统统提进去了，就等事，这是就一般的说法，包括正果，也就是说受记声闻法里头也有受记，
让他相信他一定会如是。第一义中不论受记，今从四谛故云受记，这是天台大师有讲到这个道理。第一义谛中，他第一义谛与佛无佛可成嘛，还受什么记啊？是不是啊？复其本心而已嘛，那受什么记？当第一义谛中不谈这个。好，一切法如，那如就是不生不灭啊，不生不灭。受记是受你成什么，它就有个生灭相嘛，是吧？你现在是这个凡夫，未来是佛，那不就是凡夫灭佛生吗？不就这样吗？这是一种生灭法，这是四谛流布的因缘法则。那这个是世俗地上说，第一义谛中不谈此，第一义谛谈理，但也谈事，不过不谈这个事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理不依第一义谛啊，四谛是不建立的，谛还是真理哦，哦，是这样。好，四谛故，今从四谛故云受记。好，那么了解哈，第一义谛跟四谛哈，这是一样谛，只是对应的不同而已。离第一义谛不可谈世俗谛，但是离世俗谛，第一义谛也不可得。这样懂吗？世俗谛就是你能应对凡夫份上，乃至于佛与凡夫的关系，这通通是世俗谛的，通通世俗谛。他要示现出生，对吧？他要示现娶太太，对吧？然后示现入灭，对吧？这些不就是世俗人会发生的事吗？投胎娶老婆死了，这不是会发生的事吗？那他就世俗这样流布。可是这一切的流布，一切的行为，通通在表现佛的最深用意，这就是第一义谛。所以离世俗谛不可得第一义谛，离第一义谛世俗真理也不可成绩。所以 我上次课后法谈的时候，我不讲嘛，我说做一切法，天台人都知道，做一切行一切法，乃至于生活中的一切，通通有他内在的法义的，依法义而行一切事。 好，那么法华经中有通别两种受记的不同。什么叫通受记？什么叫别受记？什么叫通？什么叫别？通就通泛的，通泛的对一切有闻法因缘的受身，有闻法因缘了，现前有闻法因缘的众生啊，那么呢，受其未来成正觉之际，未来成正觉，所以他基本上根未熟，但未来会熟。可是你已经放进烤箱里去烤了，终究要熟，只要烤多久。他告诉你，你比如说往生极乐世界，即便你是带着非大乘的信心，你对大乘信心是动摇的，即便是这样，你往生极乐世界入化尘，入化不能见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对大乘的佛性珍藏佛性不信任，没有真信。那其实那是你有的，可是你没有真信，没有真信佛现前，你会谤佛或者疑虑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与极乐世界的众生相是不合的，所以你自然见不到佛。那在化尘里头，化尘花苞或者叫化尘当中啊，你会一直熏，熏到你夜宵的时候，你那个佛性自的信心自然现前。那个这个时候你开始出胎，所以这叫做胎生，是这样意思，名为胎生啊。道理一样，你还是要熏，那根未熟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如法师品云呐，他就讲通受记，这里就提通受记了。法师品，法华经中法师品就讲到就有通受记，等一下也有别受记哦。所以说法华经中处处讲受记，有通有别，这里就是通受记。尔时，我们来看什么叫通受记，解释了半天，看经文你就知道。尔时世尊因药王菩萨告八万大士。药王，汝见世大众中无量诸天龙王、夜叉、乾达婆、乌修罗、迦罗罗、紧那罗、罗侯罗伽、人与非人，及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求声闻者、求必知佛者、求佛道者，好多人、乃至于有求必知佛、求声闻的、求佛道者，如是等类咸于佛前，看到没有？都在佛前，怎么样？闻妙法华经，一记一句，乃至一念随喜者，我皆与受记。诸位有没有？
里面有没有？有没有一句一句？那我念了好多句了，对不对？念了对吧？抱歉，我刚刚在打瞌睡。那你现在醒过来吧，我再念一次给你听，你就听到了嘛，一句一句。那么怎么样？一念随喜，就是我刚刚讲，你只要有一念相信就 OK。那你真的都不信了，那不是法华会上的人，你大概坐不住啊。我皆与受记，皆与受记什么呢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诸位啊，《法华经》哎，字字称宝哎，没有一字一句是方便说，是如实说。不要说是《法华经》，一切经只有都是如实说，只有了义跟不了义哦。然而《法华经》是究竟了义，纯圆独妙。你连《法华经》都不信？不信你能受记？法华经这样说，你认为佛陀只安慰你而已，给你吃安慰剂而已，是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你听到了是这样。那么这样子，佛又告药王啊，又如来灭度之后，若有人闻妙法华经，乃至一句一句一念随喜者，我亦与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就是现在诸位咱们呢，佛入灭后嘛，佛是入灭后，何况佛其实还没入灭呢，好吧，假装入灭好了啦。若有人闻妙法华经，所以无量国中乃是名字不可得闻，何况得见受持读诵。无量国中还是有那么多人呢、连名字都没听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人满为患，一下大家都成佛了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，太多人还是没连名字都没得听。你现在乃至释迦佛入灭，你因为有人说。有人闻说，有人说，那你听了吗？乃至一句一句，一念随喜。你看看，一念还是那个重点，在一念随喜。为什么？一念金刚中，一念金刚中是真实不虚的一念。那么呢，我亦与受阿耨多罗三藐，这就是玄寂了，有没有？这叫通寂。你看，从现在寂到未来，而且不管你修什么行，只要你听一念。就是有缘，我刚刚讲有缘，有缘信了，一念我通通受记你。还记不记得人家那个藏传佛教常常说，我们这个法门哈，见即解脱，闻即解脱，有没有？我、那个汉传的那个出家人呐、乃至那些汉传的台湾的一大堆居士啊，就看了这个，哦，好高兴哦，见即解脱呢。我在想说啊，这有什么谈何讲哎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法华经上处处都嘛这样讲啊，为什么人家是藏传佛教，你就特别听了爽成这样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这就是啊，没办法，古德讲的嘛，外国月亮圆，你懂吗？咱们这种台湾和尚讲，他都不想听，就咚咚咚就把他转台去了，所以见即解脱，他也没机会这样听，他认为汉地没有。汉地怎么会没有？这是个通途的法门呢、听到吗？如果你还不信，那也没办法了。它上面有说怎么样，一念随喜，随喜是要信才能喜呀、是不是这样？不然你怎么随喜呢？哦，不然你怎么随喜呢？哦，你如果不信而有随喜相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皮笑肉不笑，这虚伪相，这不是真的随喜相。真的啊，真的啊，那心里不相信，对不对？这不叫随喜哦，随喜是信了而真心说好善妙、我欢喜，这样子才叫随喜，听懂吗？ OK， 好，那么这样子，这经上所说，我引经文让你知道。古德在天台的教门里头常常是引经文的意而已，那现在因为有工具了啦，我直接就引经文给大家看。我要找这些啊，你不要以为说电脑按一按就到了，那不是，电脑自己不会跟你讲你要的东西在哪里，你还是要仔细看、所以常常找一段文、我要找一个小时，所以啊，这个实在是、很累的事。但是我是觉得说现在人多疑难信，所以我也只好找经文做证明啊。所以是经文上就这么说的，而且有类似的经文我又不能全引，我要去找一段最适合的，因此常常我要看很多经文，然后这段最适合，精要就近啊，不放上去。因为古德告诉你说经上这么说，他也没说在哪里啊，
他也没说哪一句啊，常常是这样。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去找到那一句，他认为你认为最符合古德说的，那我们就 match， 跟古德的说法 match。也就是现在人讲经，把古德引经文的内容、引义的部分，你把它引文出来了，那对于现在人的更有说服力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我的用意在这儿了。所以你看法师品上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药王菩萨汝见四大众，我们重新再看一下这个文，回忆一下这个意思。大众中无量，你看注意他说的是谁，他说无量诸天龙王、夜叉、钱达婆、阿修罗，这些都是鬼王，还有天界的什么修罗人、阿修罗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畜生，看到没有？畜生夜叉是鬼，所以除了什么鬼、畜生、阿修罗，这是四恶趣中的三恶趣，通通算在内，只有一趣没有，哪里？地狱，地狱众生没有而已。那上二趣呢？上二道，上二道人道跟天道，当然有啊，人非人嘛，非人就像人而不是人，那就是他是哪一类？他就要不就是天，要不就在修罗道当中啊。或比丘，比丘你又不是优婆夷，求声闻者乃至这些人当中，无论是求声闻的、求辟支佛的、求佛道的，就是发小乘心的，如是等类啊，贤于佛前呐、啊，闻妙法华经一句一句，乃至一念随喜者，我皆与受记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说要去南洋一带讲声闻法，当然大家会听，但是要讲大乘法，那就是要怎么啊？看因缘，不然他会毁谤。好、哦，但是如果能讲得到，让他一念随喜，你就度人的声闻人，因为未来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，这是就现前说是汝见是大众中，他把这些大众的时间延到未来。他说，未来佛入灭后，有人闻，这些有人闻其实包括前面的龙王、夜叉等都算在内。他是简易的说有人闻，乃至一念一句一句一样，一念随喜，我亦我也受他，这叫通受记。诸位，我们至少是在这里被受记了，记得哈，法师品记下来啊，死都不要忘记，懂吗？临命终的时候你要记得，你听了这么多大乘法，不应该再堕落，对不对？好，要记得。那所以你正念佛时，要起颠倒见的时候，你要记得《法华经》给你受记过了、哦、相信吧，一念随喜。好、啊、那随喜相是什么？随喜相就是信任，相信佛所说语，心中起欢喜，随学随信之意，这就是随喜啦。好，那么这是叫通受记，以下讲别受记就多了， 也很多。《法华经》中讲 别受记的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别受记呢？别受记则专指啊，专指对个别已根熟，上面这些是还没有熟，不过他一念随喜于未来世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现在是对已根熟的人呢、啊，个个受别记，就说授予什么呢？授予国度名、节名、佛名、时节、眷属、修行因果、正法存续期间，乃至于得法身等等的这样的受记，这就是别受记。也就是所谓别有两个条，有两个特别因缘，一个就是你跟熟，第二已经给你很具体的未来成佛相貌，那就是更接近了。你看前面那个通受记呀、啊，就是泛说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未来世中得，这样懂吗？这其实也是某一种基于你的法性、哦、你能得、哦、是这样。不过在这里头提的通受记是指通途你能证果，你能成佛。那么到别受来的话，已经具体的跟你讲到你成佛的种种相貌了。好，那么在法华经中啊，像这种具体说的，在法华经中又分成什么基门跟本门当中的受记。你看哪一部经受记讲这么多的，而有哪一个大德啊，把法华经的受记的概念讲得这么清楚的，天台宗而已。所以天台宗创很多的记录，
都是后来古德所见解经典没有那么深刻的部分，没有办法能跟他比的。讲解《法华经》，从古到今，从外国到中国，只有天台解《法华经》，就受记这件事情解《法华经》解这么深。他解到说，基门跟本门呢、各有受记，而且各有别记，而且受记的方式又不同。所以我们现在看，先就基门说，基门当中受应生记，应生就是说你将来应生成佛，应生就应众生的机，应化身，是现在众生生、的世界当中，你就在应生。这长相是怎么样？这种受应生记最具体，也最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何以故？他连你将来、要度多少男众，度多少女众，度多少出家人，乃至于你最后成佛长相怎么样，身高怎么样，国家长相怎么样，通通说。哇，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，他都跟你说到这种样子，是这样。这里头其实已经说了更多，但经上大部分提的是指的国土明净、劫明、时节、因缘眷属、修行因果，甚至连怎么修行因果都说。当然这里法华经不是都说的这么细，但是这个都有、好，那么我们来看看、在基门当什么、所以先说一下基门， 你记清楚哈，法华经到十四品，含十四品通通是基门，通通是基门。十四品之后本门，记一下，不要忘记，以后都会常用到这个观念。基门本门，基是什么意思？就视线在人间的相貌，以视线在人间相貌的方式而说的，的角度而说的，谓之为基门。门都是入同一个门者能通，谓之门。基门本门都是叫做能通的门，不过它通到哪里？都通到了圆常实相，圆常实性，也就是中道实相。能通者不同，所通者是一。基门本门都谈一样的道理，不过从两个不同的门进去，这样懂哦？好，这个观念就不再多说啊。好，那么这叫基门。基门当中有受什么呢？受应生记，这就是三周说法。周周都有什么呢？受记。我说过，每一周的说法都有速成啊，都有什么呢？印证啊。那么都有正说，正说，然后灵解，正说灵解，最后呢，一定会灵解之后，世尊呢给他什么印证，然后速成他未来能成佛，都有这几个观念啊、那这个，所以三周说法当中都会有所谓的受记。的内容。好，再来，那我们来看看啊，三根弟子为什么要三周说法？因为这个法说周啊，这个因缘说周、譬喻说周啊，或者叫譬喻说周、因缘说周，分别对，应该这样讲啊，这三周分别对上中下根的人说。这样懂吗？所以世尊在法华会上几乎要圆收一切根已熟的人。你根虽然有分上中下，法华会上通通熟了，只是根基不同，但你都熟。这样懂吗？我都要收你进入什么会归一乘，把你收进一乘、那所以他三周说法，那三周说法通通有速成，通通有受记。那因此他就说了，三根中这弟子灵解，表述他灵解嘛，然后就一一个别为他受记作佛。譬如说法说周中的法说周中的譬喻品前段啊，譬喻品的前段还是法说周哦，受什么呢？受舍利佛就生子啊的受记云呐、当得作佛曰号曰华光如来，你看看。就把名字讲出来，还有啊，成佛怎么样啊，国度怎么样，我不再引了，你知道是这样。那么譬喻说周的第二周，第二说周啊，药草喻品，
里头啊，他又说受中根的弟子，比如说摩诃迦瑟，当得作佛名光明，名曰光明如来。须菩提，当得作佛名曰明相如来等等。你再去查一下就知道了。所以这是譬喻，这是譬喻说舟里头的药草玉品，懂了吗？所以这里头就是直接受他别记，指名道姓说你将来成佛是什么样。好，那么本门当中也有总受法身，本门也有别受记。那怎么样别受记？受他法身记，受你应身记，也可以受法身记，正法身的记、哦、是这样。如分别功德品云，等一下下去我们就引那个文，不过这堂课我们时间到了。总而言之、讲到受记，你可以从法华经上面的各种受记看到，世尊在法华会上要印证众生成佛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不印证众生成佛，就等于没说法华经一样，因为要会归一佛乘，那你一切众生都要能成佛啊，所以受记很重要的观念啊。那我们下一堂课继续再跟他说明啊。向下文长复以来容回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志归一佛，当愿众生理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志归一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志归一生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